美语，然后我们依照惯例，我们报告还是以阿美语为主的报告，然后会附上中文，大家可以就是记得听，因为其实在台北要听到阿美语现在其实还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有米三奶读吉丁有阿米斯阿泽巴嘎米，大家好，我们是阿美语蒙点团队。巴西玛纳达乌阿米斯达拉安古嘎吉尔邓，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美丽一字是发大财。那我们大家可以学着念一遍，达达安古嘎吉尔邓，达达安古嘎吉尔邓。一样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来参加，G0B 可以像某县市一样。就是逆风高飞的发大财，所以我们教大家这个，这一句话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发大财或是干嘛的话，可以就是跟大家学习的讲，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结合时事。那答案是阿美语里面就是大多，就是众多、数量很多的意思。乌是对象介词，嘎是之前的前缀，即有拥有，然后具有的意思。邓是赚钱收入，对。那我们可以再念一遍吗？达达安古嘎吉尔邓。达达安古嘎吉尔邓。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如果对阿美语发音有不确定的，可以来找我们。阿努伊拉古嘎弗吉兰安尼拉努阿米斯巴斯巴恩嘎米。然后。巴苏瓦嘎咕嘟，阿阿杜安，阿努努一样。然后今天我们要报告一下我们的进度，就由阿美蒙点唯一的阿美族老兵来跟大家报告。好，因为我们这次小谢他有事没办法前来，所以我们工程师这个地方我们就没办法解释他目前做到的地方跟进度，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沟通。所以我们这次是恳求大家说可以。就是来先使用一下我们已经用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跟，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在居民这边收集过大家的意见，就是让大家先用看一下我们的阿美语盲点，看看在大家使用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让小谢来去做一些修正这样。那因为最近的话，我们除了婚姻法通过之后，毕竟会也北上嘉义居住保留地，那这地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来，